又开到流星岛了。好有趣哦！哇，好漂亮啊！哦，真漂亮！我终于拿到最后一个星威的家具了，是一个是迷你达摩不倒翁，就是日本人常常都会放的那种，看起来有点可怕，而且这个好像可以做成大的嘛，有了这个以后就可以做成大的，不过要得到这个还蛮麻烦的，不知道会不会想要把它做成大的，小小的还蛮可爱的，也不是大的哦，这只是。也是一乘一哦，所以也不是大的，就是普通的大小，多了一只眼睛的，要三个迷你达摩不倒翁，哪够啊？天哪，真的很麻烦呢。照理说，这个达摩不倒翁出现的几率应该是都是一样的吧，跟那个马蹄铁什么都是一样的。可是我偏偏我拿了七个马蹄铁，我已经卖掉一些了。然后现在才拿到这个迷你达摩不倒翁，是我比较衰吗？连消灾都衰吗？还是怎样？我实在是不太知道。木质隔壁，不对，木质墙壁，不是木质隔壁，木质墙壁隔板 S 是 S 啊！终于教我这个了，真是的。这么久了才教我这个，S 是那个单格的嘛，单格的也很好。终于哦，我的天哪！黑幕黑幕黑幕！哦，你们都不知道隔了多久，等了多久才等到这个啊！终于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样我自己的家又可以继续工程了。哦，商店有卖哦，罐头系列。番茄汁鲸鱼，我还蛮喜欢吃的。这个也出现了，这个我记得很贵，不是吗？15万。真的蛮贵的，即使在这里也很贵，不过在这里就买得起了。这为什么要这么贵啊？我先去领钱。哦，最后了吗？老板陶勇，他自己讲自己老板陶勇。Nice， 终于拿到老板陶勇了。老板陶勇。原来他是咕咕咕的声音，好吵，老板好吵。还有发条陶俑、鸽子陶俑，这都是我目前都还没拿到的。两个发条陶俑哦，好吧。鸽子陶俑长得有点可怕哎。好多哦，应该快要收集完成了，这就差几个而已了。这两个陶俑粘在一起了，只好把它换下来。
OK，那老板桃园就放这里啦。好吵。大头菜沙拉这样子四道，朝麦传授的料理都会了吧？大头菜沙拉怎么看起来很像没什么诚意啊？看来我最喜欢的他们的菜啊，竹笋汤，竹笋汤。不过我以前。我们家做的竹笋汤是那种切大块的那种，有点像是吃凉拌竹笋的那种竹笋块，很好吃。竹笋汤喝起来真的很好喝，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好喝就是对，就是王道。我已经有点忘记这到底是有没有的，这应该是有了的吧。已经有了的，哎，好像没有哎，哦，它里面一个球在那边滚动，发出声音啊，哎，这也蛮酷的，哦，哈哈哈，这还不错呢，我蛮喜欢这个的。我要跟学妹讲话，进来再。你是在啊？只是想要叫一下而已啦！喂，什么什么？真的只是叫一下而已？有没有遇过可怕让你到脸色发青的事情？可怕的是，我想想，前阵子我没锁门就外出了，结果什么东西都没被偷走耶。不过凤梨冰有被吃过的痕迹，可是我不记得我有吃。原来是这样，的确很吓人呐、啊！啊，结果过了1个月以上，还是没有那个电玩桌啊。怀旧沙发我也没有，买一下好了。但是我最想要的还是电玩桌啊。哇！新年第一次换商品，就两个真品啊，太厉害了！我又可以多买一个真品了。哎，看来那个电玩桌跟我就是无缘呐，都已经过1个多月了，都快2个月了哈，不是1个多月，是2个月了，我都还没看到它。哎，没办法啦。我也有松树了，哇，好大哦！可惜它不能雪，没有雪会积在上面。要摆哪里呀？没地方摆呢。好大！哇哦，这里就是松树的地盘了。学妹躲在这边睡觉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！想说一进来怎么没人？真好笑。哇哦！树比山高，舞台火焰鸡，
哇、哦，好素，好素，好酷哦！这个晚上看应该效果不错哦。这个还不错呢，不过这个应该要多一点。好，那这一集的动物之声，因为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每天都在 check 有没有，哎、欸，有没有 Monica？ 不是啦，有没有我想要的家具，就是电玩桌啊，电竞桌啊，但是看来是没有办法如愿以偿了。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应该是先把新宝岛整理一下，然后更新一下梦境岛。因为上次有人在直播中问我说，你的梦境岛怎么没更新啊，燕后家看起来惨不忍睹，我觉得还蛮好笑的，所以我应该会整理，因为有些区块我还没有完成嘛，还在想说要怎么弄比较好看，所以我会先把它弄一弄，然后更新一下梦境。不过动物之声我觉得差不多，最近这样子的进度也差不多了啦，毕竟别墅也盖了好几间了，然后新宝岛各个岛民的家也都弄得差不多了，所以动物之声我觉得内容也差不多到这里了，没有新东西的话应该也不会继续更新了，等到有新东西的话再说吧，虽然我觉得机会是蛮小的啦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那也许会有下集吧，那么下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那我有没有挥手了？我只有这个。